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爱健康频道。本期的内容是：戒烟失败不是你的问题，提高六倍成功率的戒烟招式，重要性超乎你的想象。另一半有无法忍受的坏习惯，总会引发伴侣间难以避免的争执。如果坏习惯不影响生活质量，还会伤害彼此和家人的健康，愚昧的迁就也许会付出更严重的代价。尤其是当另一半长期被烟瘾所困，除了会增加你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统计趋势上也发现，情侣间因为烟瘾挫折中途放弃出现争吵，是导致感情破裂的伏笔。抽烟真的对身体有害，或者只是医师和科学家的恐吓之词？可能听过瘾君子们这样说，身边的谁谁谁某某某那些亲朋好友抽了一辈子的烟，照样无病无痛健康快活的故事，他们也以此为凭说服你吸烟会治病甚至致癌，只是吓人的。不过数字不会骗人，相关研究已经证实，抽烟的夫妻的伴侣首当其冲的身体代价就是生殖能力恶化或不孕。美国医疗日报指出，吸烟男性无论在禁止数量、禁止质量上都比未吸烟的来得恶劣。至于女性，吸烟不但会使卵质量下降，输卵管病变和流产的几率也明显增高，不育的风险也高出60%。日本研究发现，每天吸20支香烟的女性，流产风险大增200%。原因出在烟品中的化学物质会导致蛋白质的异常分泌，进而促使异位妊娠的风险增加。更何况近年来不吸烟的罹患肺癌的女性个案逐年增加，被认为与另一半吸烟带来的二手烟不无相关。2016年的一项大型研究证明，烟瘾会导致 DNA 甲基化，影响7000个以上的基因，这些基因和心脏病、癌症具有莫大的关联。戒烟为什么一直失败？你的大脑可能被控制了。要控制一个人的大脑，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让他养成烟瘾。这么说并不是一旦吸了烟就注定终身无法断舍离，而是背后牵连到人体的生化机制。权威科学媒体 Live Science 报道指出，尼古丁分子进入大脑后会与乙酰胆碱尼古丁接受体结合，短时间内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和其他化学物质，启动吸烟者大脑发出愉悦、舒适、放松等感受。科学家形容这时的状态有如一吸气就能感受到快乐，而且马上见效。此即为何许多人明知道吸烟有害，但是无法克制自己，天天破戒的认知失调原因。既然大脑会爱上尼古丁启动多巴胺释放带来的快乐与满足，有没有更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戒烟？有的。 Live Science 专访过美国国家研究院烟瘾戒断部门的研究员摩根，袁摩根提出了当前在临床发现可能有助于帮助戒烟的小技巧，包括使用尼古丁贴片、主角口香糖、制定戒烟计划。有意识地在想，抽烟时写下来，提醒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破戒，寻找治疗室协助，接受药物治疗，参加戒烟团体，
想抽烟时进行五至十分钟的运动，转移吸烟的注意力，练习重量训练，使用戒烟 APP 等等。如果上列方式仍然效果有限，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重点就是在戒烟的过程中是否缺少陪伴这个强大的力量。事实上，一个人越觉得自己在戒烟的任务中是孤独的，他的失败几率就越高。身为正在戒烟者的另一半，不能只是帮忙买买尼古丁贴片，或在他吸烟的时候皱眉抱怨少抽一点。人是群体动物，在戒烟的这条路上也是如此。问题是，你有没有在面临迫切时向身边的人求援，或者对需要你的枕边人伸出援手？戒烟一天到晚老失败呢？另一半的陪伴确实是关键，合作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这股力量同样也有助于达成戒烟的目标。在2019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发表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戒烟者在过程中发生尼古丁戒断症状时，或另一半带着戒烟者吃美食运动，可以有效转移吸烟者的厌女冲动。研究人员提醒，积极支持会比啰嗦唠叨，将对你另一半的戒烟帮助更大。该研究招募了222名瘾君子和他们的伴侣一起参加测试。经过16周的戒烟计划后，发现夫妻情侣如果都有吸烟，彼此同步参与戒烟计划时，戒烟成功的几率相比之下增加了5.83倍。戒烟咨询社群也对女性喊话，另一半戒烟计划中断或是烟瘾控制不佳，重蹈覆辙，必然会引起不愉快的争吵、冲突、紧张、压力，甚至让两个人感情关系濒临破裂。但是你必须冷静思考，理解吸烟可能是他赖以维持情绪的手段。在大脑细胞受体无法完全摆脱尼古丁给予的刺激前，你的陪伴和积极的支持才是他最强的后盾。倘若你是戒烟经常半途而废的人，不妨承认自己的意志力无法与尼古丁抗衡，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很多事本来就不能只靠自己，戒烟正是其中的一项。你该做的是寻求身边伴侣的协助，或是加入不抽烟我爱你的脸书社群，替自己找到更强大的戒烟助力。如果想帮助另一半戒烟，也可以上网搜取戒烟幸福玉手，用实际行动帮助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记得，积极支持永远比啰嗦唠叨来得更有效。今天节目的内容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收看爱健康频道，了解更多有关健康的好知识。